墨西哥户外监控捕获了可能是一种叫做灰人的外星生命的视频。近日，一个声称居住在墨西哥的用户在 Facebook 的页面分享了一个户外监控摄像头的录像，该录像可能捕捉到了所谓的第三类接触时刻。所谓零类接触和第一类接触是指看见远处或者模糊的 UFO， 第二类接触是指近距离看见清晰的 UFO， 而第三类接触是指看见外星起源的实体或生物，第四类接触是指和外星人进行了沟通。外星生物的证明也许就可以证明外星人的真实存在。事件发生在墨西哥当地时间9月20日晚上8:30。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位于太平洋沿岸，距离墨西哥城约300公里，是墨西哥格雷罗州重要的港口城市。阿卡普尔科港位于一个水深且半封闭的海湾，许多人认为它是墨西哥太平洋沿岸最优良的港口之一，它也是来往巴拿马与旧金山之间的船只的停靠港。视频画面的正中间有几只鸡在觅食行走，画面的右侧有几位年轻人在棚屋旁边安静地说话，而在视频的左下方似乎出现了一个外星人的神秘实体生物，注视着年轻人和动物所在的方向。在后面的视频中可以看见该实体生物转身离开现场，年轻人似乎发现了这个生物并追击的画面。该生物外星人很像我们通常称呼的灰人。这个实体的生物结构与典型的灰色外星人一致，是一种双足生命体，肌肉少，没有明显的衣服、长臂，头部比身体的比例大很多，拥有一个巨大的眼眶。关于他们蹊跷拜访的行为，有人猜测他们可能在寻觅动物，或者是其他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。据说灰人因为缺乏生殖能力，只能克隆自己，然而这不是办法，他们努力通过绑架进行混血和 DNA 试验，创造自己的生育能力，顺带也绑架动物，提取他们的体液和酶。在美洲不仅仅是外星屠牛案，连很多家禽都有被波及。这些案件都是真实的，而且数量众多。当然，我们也不排除他们是和平理性的拜访，毕竟外星屠牛案的真相还是一个谜。在阴谋论中，美国曾经和灰人签署协议，灰人提供先进的科技，而美国政府允许他们捕捉人类做实验，不过限制数量，必须安全送回，而且必须提供名单。然而实际执行中，灰人不但远远超出数量，而且干了很多坏事，最终导致了著名的道西战争事件。目前我们还无法对这个视频的真实性下最终结论，那么对于这个视频，请分享一下您的观点。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，欢迎订阅，期待你的留言。